这些人，最年轻的，啊，哎，阿刚没有来，阿刚没有来，要去新体检了，好，好，那后面的，后面的最年长的，最年长的，只是两个妈妈，摔一手哦，哦，我来，阿你都有啊，少年的，小少年摔一手，啊，阿年幼的，上那个摔一手哦。完蛋了，没唱的哦。啊，其他拢传到传道来带领我们唱啊。来，首先我们来唱一首351首，我们歌颂神。哎，什么时候歌颂？啊，时时刻刻。好，来，351是什么时候？每一天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每一天哦，351。好，351哦，每一天哦。这首歌里面所谈的就是每一天，哦，每一天我们听到啊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啊，哎，有快乐的事情，也有不快乐的事情。不快乐的事情的时候，主耶稣帮助我们；哎，快乐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主耶稣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哎，就先来唱这一首哦。
来赞美神、歌颂神而已哦。第四首来，大家翻到第四首，大家先复习哈。好，这首诗歌只有哪一个地方不一样？第一个什么？大全能的主。第二次呢？永不改的主。第三次呢？快再来的主，对不对？快再来的主啊，好哦，一起来哈、哦，背起来了，很棒啊、哦，哇，今天都要背起来了，来哦。Hallelujah, hallelujah.
们的耶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主，对不对？哦，世上都会改变，啊、哦，每一个人都会离我们而远去，谁不会改变？主耶稣，谁不会离我们远去？主耶稣，哦，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主耶稣，哦，还有他将来会再来，哦，来做什么？审判世人，答对了哦，而且他很快就来了，说快要来的主哦，来，我们现在来做动作了啊，传道做一遍哦，你们要跟着啊，你背起来，来，啊、来吸进来啊，你当那个啊、哦，当姐妹这边啊，传道当弟兄这边的哦，啊大家注意看哦，那你们要跟着做哦，打开对对准啊。Yeah.
高达回来嘛，当下就哦，那么这位来电咬牙说哦，哎、欸，不管是背尾哦啊，高达回，那么这位来电咬牙说，哎、欸，那个牙说，老弟来来，啊，饿了哦，老弟，那两个电咬，我这边来啊，哎、欸，咱年轻呢，甩一手，啊、哦，甩好了，你甩哪个？啊，啊，甩给我甩二啊。啊，咱这样，咱来哈，即马少年嘞，吼，年轻的，双击手，您自先去，唱了，把你的歌本听课嘞，啊，就唱这一首第十首，好，好来。
来，举例哦。来，就这几首。我也想要敬拜你哦，哇，阿三敬的哦，来。那我们今天诗颂就到这边。